这不是，不出来了吗？你说，我从西城开始跑里头，里头开始跑西城。 现在不能出是吧？都出不去。现在要是任何人都不能出，保障人员、医护人员，保障人员。有特殊情况呢？特殊情况，要开证明，看你啥是特殊情况，啥情况？要开证明找谁？社区。社区是具体什么哪个人？ 打个办公室，那你找他们社区，他就拿事儿等我给你找哪个人是吧？好了，在找他们啊。我要出门有刚需，我到那个他说你找社区这里有人有负责的，我在那个农村养了一些鸡需要喂，要不喂就饿死了。我在那是在荒地，就没有人，我出去也不和人接触，直接到荒地里头，喂完就回来，没有事儿我不找你们。 你要求我这个就和外人不接触，我那都在荒地，也不到农村去。那大家都是这种情况呀？你没有几个，我这种情况的。你如果要是不让我出去，那就饿死了，那全都饿死了。本来是两天一次，我还可以坚持，就两天一次，我还可以两天喂一次，两天喂一次还可以。你如果要是这样事儿的话，那就指定饿死。 我敢说，我这种情况，这院里没有几个，我不麻烦你们，我不是说为了撒谎出去，我玩去溜一圈去，我疫情情况下，我这个到人多地儿，如果这个没办法，是不是没办法？好好，你录像也没用，你就去吧。不是，你们是知道我看见你了，你录像你就来找证据了，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啊，好了，嗯，那个什么，那个，你们能说说不？能说啥？你能负责不？我负责。好，嗯。